中国莫属柴曲方，叙利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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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去向何方？满蒙苍夷，残垣断壁，十年了，内战不止。与和平安宁的生活相比，所有的绳子都应打于敌友的区域，管他上帝还是真主。如果让人们仇恨相杀，付出生命，从儿童天真无邪的眼神里都能看到悲愤绝望。叙利亚，叙利亚，多么美丽的自然风光，还有多么美丽的雨浪，白色的棉田，褐色的石油，美好的家园遭到无情的毁灭。地中海与幼发拉底河穴里营造出叙利亚的美丽忧伤。叙利亚，叙利亚，你踏上了一条不归路，有多少银莲花就有多少寡妇，唱什么故乡天堂，在那里人们看不到一丝希望。每一个叙利亚人都因为自己的罪孽深深反省，千万不要说我们有着悠久灿烂的文明，周围的山河多么壮丽富饶。叙利亚，叙利亚，你要去向何方？从叙利亚的现状里，你又看到今日中国的可怕走向。